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这里是黑衣侦探昨天 3.4 版本的新深渊，想必各位老哥都挑战过了吧，可以看到不少玩家都在论坛留言道这期深渊是认真的，我的天，上期还能满星呢，这期的三剑鬼是人打的，一轮就给我灭队了。本期深渊生存压力真的很大，尤其是那两个新精英怪雷蝎和火鸟，我四万血的钟师傅扛都扛不住，再诺分分钟暴毙给你看，策划你真不是人，这又是毒蝎子又是三剑鬼的，一个劲的加强元魔却不加强角色，求求你当个人给深渊减减压不香吗？这次深渊真的快把我打吐了，从早上起床熬到现在都没过，那些说随便打一次就过的人真是搞笑，你们敢不敢放战斗次数？不知道各位老哥你们觉得呢，反正老黑感觉本期深渊难度肯定是有的，毕竟怪物血量和伤害骗不了人，只能说有 3.0 新草体系的队伍比较好打，以往旧版本的某些老体系现在看真的是越来越捉襟见肘了，能打但肯定打得不那么舒服。那正好首日角色出场率也是出炉了，咱们就一起来看看吧。数据来源自小助手，榜单前15名依次是小草神、班尼特、风原万叶、钟离、雷电将军、阿尔海森、行秋、珊瑚宫新海、夜兰香灵、逆路八成神子、公子九七人以及神里灵人。可以看到本期小草神是终于登顶了，以往的千年老二这次终于是翻身把歌唱，新角色阿尔海森在本期的出场率也非常高，这才第一期深渊使用率就超过了星海、尼鲁、叶兰这些老派热门角色，至于八重这次的出场率也不低，还有公子用的人也不在少数，尤其是九七忍，这应该是近期实用性最高的四星角色了，打击战是真的好用。至于上期的版本之子伞兵，在本期深渊的出场率还是很一般的，这数据是已经快和隔壁的斗子哥持平了，在他之后还有甘雨和萧，真是泪目啊。以往叱咤风云的璃月三 C 目前是仅剩胡桃胡堂主了，使用率堪堪超过赛诺，真就是一代版本一代神呗，这 3.0 终归是种门的天下。至于本期深渊热门的配对组合，上半排第一的是海格计划队，其次是老牌的雷神国家队以及缇娜里计划队、赛诺激战队、德除了雷国清一色的全是雷草队。下半的话排第一的是老牌的万达国际组合，其次是逆路水草绽放队、神里涌动队亦或是雷九万般组合。不知道以上的这些队伍各位老哥在打本期深渊的时候都用上了吗？还是说你有更好的配对方案？欢迎一起来讨论哈。那好的，视频制作不易，还望各位大佬点赞三连，咱们有缘下期再见，拜拜。